我也不知道怎么电话给他，然后就有电话打来或者约会啊什么，然后就出去走一走玩一玩，两个人在一起慢慢的约会了之后就那个。你小时候，我们还是会带你出去走走啊，爬爬山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到处玩一玩呐、啊。听说啊，刚刚是谁出手打人的？赵天打先出手，一直打我，一直打我。哎，你说你为什么要出手打啊？我真的不想看到他，这给我带来太多痛苦了。你能不能忍受？你还想不想再在这个房子里？啊，你 No，我不愿意看他。这都有证据的。我不会放下来，这20几年我真的很累。这不知道他为什么讨厌我，讨厌我哪里？为什么要他讲出来？我是哪里搞？要打人呢？应该也有动过手，应该而已啊。为什么现在还要你扯这个事情呢？为什么不要？为什么不要？你觉得我了解你吗？不可能。